新北市春季包种茶比赛茶预定在5月24号上市。为了帮助茶农行销，坪林区农会推出了早鸟优惠价，只要在24号前下单，就能够用一斤2000元的价格买到原价2400元的优良奖比赛茶。揪团团购满20斤再下杀75折，一斤呢只要1800元。新北好茶文山包种茶评鉴是新北市规模最大的赛事，今年的春季包种茶比赛大约有1400点报名参赛。坪林农会理事长王成义表示，去年入冬以来气候稳定，春芽萌发期间又逢连续低温，因此茶叶生长缓慢，所酝酿的滋味更胜以往，产量也较往年提升。因为今年是在春季的时候比较冷啊，所以茶叶它长的速度比较慢，所以比较整齐啊，今年算整个来讲算很丰收，产量很多啊，再加上今年在一开始采收到现在都是好天气，几十年没有碰过这么好的气候，所以茶叶的品质也特别好。为了协助茶农拓展销售通路，并且让更多民众品尝包种茶的好滋味，新北市农业局与坪林区农会公所合作推出早鸟团购优惠，让农友在防疫期间能安心生产优质好茶。而今年的春季比赛茶预定在5月24号上市，早鸟团购可享75折优惠。团购一点以上，它就可以1800。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农业局、市政府农业局，还有新北市农会，加上我们坪农会，坪林区公所，大家共同来发动这个活动，尽量把我们的优良奖，还有我们的这次的包种茶比赛会的茶叶，还有坪林的包种茶，在疫情的困扰之下，我们的前面发动来推销。所以只要在5月24号之前下单，就能用一斤2000元的价格买到原价2400元的优良奖比赛茶。如果揪团团购满20斤，再下杀到一斤1800元。想尝鲜的朋友可洽询坪林区农会。记者陈平、陈文琪，坪林采访报道。